港股恒指收跌 0.2%， 知乎上市首日收跌 23%。 4月22日电，香港恒生指数探底回升，收跌 0.21%， 盘出一度跌超 2%， 恒生科技指数涨 0.28%， 汽车股走低，小鹏汽车跌超 4%， 理想汽车被列入预摘牌名单跌超 3%， 知乎上市首日收跌 23%， 天域置业午后闪崩跌超 82% 后临时停牌。